溪乡正式展开咯。那么作为澎湖县啊最大的农业大乡，湖溪这几年来都一直致力于推广风乳草的栽种还有推广，那也把风乳产业呢真的是发挥到淋漓尽致，从你想得到吃的喝得到用的越来越被大家接受，而且越来越被大家喜欢。而且啊，就在乡公所的一个大力推广之下，还把风乳节跟这边的传统渔业做了结合，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活动哦，让世界各地来到这边的朋友都可以认识到澎湖的特产，像是风乳草的系列商品，还有美味的加网鱼料理哦。草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，富含丰富的营养素，是澎湖极具经济价值的作物。风乳文化季正是为了加强风乳的竞争力，来强化湖西地方的经济发展而举办的。每一年的六七月间是风乳草丰收的季节，今年2010湖西风乳文化季暨花火节活动就选在6月24号到7月17日之间举办，其有效而且实质的带动销售及推广在地的特色哦。我们在这个风乳节啊，它有这个牛车之旅的柜台，然后你看牛车好可爱哦，我觉得它应该也很热吧，就是他们这样子去逛一圈回来，然后体验一下这里牛车在这个风乳节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再往那边看，还有很多有不同的摊位。好不好吃？这个好不好吃？这什么？冰棒啊！冰棒，可以给我吃一口吗？可以吗？不行啊！好啦，那你慢慢吃哈。好可爱，他们在吃风乳做成的冰棒。这哪个吸管啊？来拿一只来吃吃看。这个风乳冰可以给我一只吗？这个是。哦，这多少钱？不用钱，不用钱了，这么好，乡公所请我吃冰棒。好，那我要来试试看。这刚刚人家跟我说叫风乳冰棒。这个看里面有没有，要让大家照。看那个吸管吗？有没有？有点像仙草冰。有。吃之前就有仙草的香味了，可是它口感。跟仙草不太一样，有一点蒟蒻的感觉，仙草的味道再加蒟蒻的口感，暑意全消，超好吃的。这是风乳，刚刚不给我吃的那个弟弟嘞。那我们再往下逛。像这边是在做彩绘风筝的。大家都好认真哦。其实澎湖这边啊，除了太阳大之外，风很大。从刚来的时候，风就一直不停的吹，所以我觉得待会那边已经有风筝在飞了。所以等一下大家都画好风筝的话呢，应该满天都会风筝在飞，待会有机会来画一个。我们去看一下那个鱼拓好了。风乳节他们就是把农业跟渔业来做结合，然后就会有这边非常有地方特色的鱼拓。我们来看一下小朋友在干嘛。小朋友你们在干嘛？做鱼拓。做鱼拓要怎么做啊？帮它涂涂啊，涂颜色，然后嘞，然后再把它印起来。再把它印起来哦。你有做好的可以借我看一看吗？有啊。有哦。这就是哦。哦，那你们是第一次做鱼拓吗？做好几次了。做好几次了。他第一次，那我们也做。真的好不好玩？我可不可以做？可以吗？他说要让我做，谢谢。所以我可以选什么颜色？都可以啊，这边都可以，这边都是蓝色，对不对？那我可以在上面加其他颜色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要紫色。
他去哪里拿几个？我可以直接这样子单拿。那我们把它的头的地方涂成紫色好了。好好玩哦，这个鱼拓啊，我小时候在水族馆有吃过一次，但是这一次是在澎湖。好，等一下呢，要等它稍微干一点，然后就可以把纸拓上去，变成一张像这样子，类似像这样子的鱼拓，但是我们自己挑的颜色。刚刚那边呢是小朋友在玩鱼拓，那这里呢感觉就是稍微需要精细的手工，有一些比较大的朋友们他们在做压花。你是这边当地人还是你也是特别来玩的？那跟我们镜头访问一下好不好？从哪里来？我在台中。台中今天过来的？没有，我在这边工作。嗨，为什么你在叫我？所以今天是特别来丰如节这样玩。谢谢。这是我刚刚做的鱼拓，刚刚我的 partner 他很可爱，他是特别拿过来送给我，蛮有成就感的，然后还没有干，真的很好玩。好，我有一张鱼拓作品。那你有做过这个压花吗？我觉得啊，他这边已经有一些做好的作品挂在那里，感觉很像有时候我们在书店可以看到那种很精致的书签。不过因为这是自己做的，所以应该会特别有感觉。好，我现在要来体验一下用丰乳草倒出来的去做的拓花。少用手去拿，尽量用夹子。尽量用夹子。好，我好怕它被那个风吹走。对，没有，风有点大。有一点点就可以了，越少，所以我用太多了。对，不用每支点，不用整支点，只要卡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像这样子，对，一点点就好了，这个都太多了。那我要把它抹掉吗？对，抹掉你在手上。对。